六谷出九啊！咁啊，今次咧係佢第一次咧參加呢個動漫電玩節啦，因為佢本身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個嘅角色嘅。咁啊，本身咧佢都有咧呢件衫咧，就平時咧自己都會有時出下街啊，玩下著下咁樣。咁但係特登為咗今次比賽咧，會將佢升級啦，加咗好多嘅唔同嘅嘢啦，包括咧就係一個好靚好靚嘅面具，大家一陣間咧就會睇到噶啦。同埋咧今次都有咧助手出場咧，係幫佢忙嘅噃。好啦。見佢準備就緒，馬上交台俾佢。十九號嘅紅葉，已經過咗兩個月，而家敵人越嚟越強，越嚟越陰神。佢哋一定係策劃緊一場重大嘅陰謀。為咗防止呢件事嘅發生，我一定要阻止佢哋。而家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遠離學校。我最揾嘅目標就係我，我唔可以再翻學校。再令到身邊嘅人因為我而受傷。